秋芳华弹指间，星球之上切个界限，但求和平安宁长留人世间。黑暗地能不能消停？都哭七天了，你不累吗？哎，我只是浅浅的睡了个午觉，旧宝就不见了，转过头还被解开封印的穷奇掳走了。要是旧宝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睡得跟死猪一样叫浅睡。秋宝要是真出事了，我看你怎么跟大姐交代。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大姐和几位长老在闭关，光靠我们很难击败穷奇，所以需等寅时对方睡身后，我们再出兵奇袭。团团的情报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团团他说了什么？镇魔山被夷为平地，凶手穷奇失踪，秋宝身边跟着一只妖狐，问题大了。狐妖？难道是胡氏和苏氏？这就说得通了，能解开穷奇封印的除了大姐，就剩苏狐两世了。若真是他们反叛，我们现在岂不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？二公主、三公主，大事不好了！赤猴传来线报，狮、角、蟒族的军队正在快速移动，他们的目标是咱们荆丘皇城。糟了，该死的，我这就回去踩碎他们。慢着。哎，幽姐，你干嘛拦着我？你不能去，回房的事交给我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秋宝身边的妖狐不知是敌是友，而你现在是我们的最强战力，我需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把秋宝带回来。秋宝，明白。幽姐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，可别死在战场上了。身为本座是你父亲，是因为这耳朵和白色的头发？没错，咱们青丘国的狐妖连五彩斑斓斑黑的毛发都有，但唯独只有我是象征天狐神后代的纯白色。娘说过，若是有第二只纯白色的妖狐的话，那就只能是我爹爹了。我还从没见过爹爹，大家都说你已经去世了，但我一直不信。那你这不就回来还救了我吗？原来小青丘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真可怜啊。爹爹，我跟你说，娘对我可严格了，老是让我学习法术，可人家怎么学都学不会。现在爹爹回来了，你就跟娘多生几个弟弟妹妹，继承族长的位置，以后我再跑出去玩，娘也不会抓我回去修行了。懒惰，不思进取。老爷消消气消消气，拜完师再帮他也不迟。白青丘，你可看好了。本座是人不是妖，本座不是你的父亲。人？你是人族？你不是爹爹，而且还是人族？没错。小妖小妖，开始行动。完了完了，山海界的人族都是天外来的大坏蛋，手杀强掠，无恶不作，要是落在他们手上肯定……小妖，小白，来不及解释了，道子不对，这个人很危险，我这里有个超紧急逃生千里遁逃咒，你快念口诀。干得漂亮，小妖，我以后都不骂你了。什么口诀？你快给我看。来，按照上面的字大声地说出来。你逗我的是吧？这上面除了我自己的名字，其他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谁叫你平时读书修炼都不用功啊。行了行了，我给你换成谐音版的简单文字，
你要大声有气势地喊出来才行啊，知道吗？嗯，这次看懂了吧？看懂了。呵呵，有气势是吧？这个我可擅长了。师父在上，禽兽兔儿白青丘一拜。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小妖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小白，对不起，毛黑猫，等呀！这就是你说的被动一回。是啊，老爷，不好笑吗？好痛啊！小妖，你在搞什么？痛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为了让你麻溜点拜师吗？拜师？我陈烨哥哥，不对，这个熊心人类是我的师傅。是的，这位就是之前跟你说过好几次的师傅了。虽然过程有点出乎意料，但也算是正式拜师了。白青丘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四徒弟了。啊，四徒弟？等一下，刚才不算。能当本公主师傅的，一定是天底下最厉害、最有趣的才行。这还是第一次有徒弟敢拒绝老爷。最厉害倒是没错，至于最有趣，反过来的话，老爷说不定还……老爷，你可是超级有趣的，天下第一有趣这个词说的就是我家老爷。还有，你是人类，人族都是来自天外的大坏蛋，所以我不能当你的弟子。那只要能证明本座并非坏人，并且是值得信任的，就可以了。说好像也没错，本座要如何证明？怎么证明？我想想，有了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方法很简单，你把双手伸出来。这样？很少见到老爷这么好说话呢，该不会是看小青丘年纪小，在哄小孩吧？很好。就是这样，这下不就躲不开了吗？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到底有没有资格当我的师父？就让我神探白青丘进你的脑袋里一探究竟吧。